其實今次主要就是我和米希全的合作變成一個獨立的品牌啦。第一次這個品牌出的呢就是 based on 我們四年前的 Time Machine 啦，一個 upgrade 的版本啦，一個表面有一個很大 的進步和改變啦，擺的有些不同啦，還有今次一推出有五個不同的 combination 啦，應該是可以 serve 到很多不同要求的人。有兩樣東西，第一樣就是標面設計，標面設計今次我們想用一個隱藏標針的一個形式，成件事是很立體感很大的。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不同的物料的配合，比如今次有黑色和玫瑰金，黑色和鋼，一些不同的金屬的配合，加上不同的皮帶。其實我們標就這麼多年都一起做了四五年的了，但是我們覺得因為每一次我們的設計都我希望是一個很 original 的設計，所以那個理念上是很強，應該做親一個新的品牌就是最重要的理念要強，這個我們做親都是陀飛輪。 我其實很希望接下來是有些更加可以 sporty 的版本咯。